太重了。哦，是不是？所以下雨下得很大，所以水流。当初是下雨下得很大，但现在已经停了。对。所以现在我们通常还尽力在做。我知道。啊，报案人他怎么说啊？报案那一边，他是说他有看到一名男子穿那个 T 恤白色的跳下去。跳下去。啊，地点在哪里？漏水。地点在大户街6号那里。